Welcome to Rainbow Warrior， 欢迎来到伟大的彩虹勇士号。在你登船之前，让我来为你讲解很重要但又很简单的安全提示。那边的朋友退后退后。ごめんなさい，我不能登船哦，猫也不行。这么大的行李不能带上船哦，行李少一点，自拍快一点。上船的时候你可以放得轻松，感受一下这片大海，但是千万注意安全。你给我下船！在这艘船上有很多事情你是绝对不能做的，以下是不良示范。第一，船上不能穿拖鞋，不然大拇指踢到会很痛哦。第二，船上不能用火，我们要保护环境，减少碳排放。第三，不要吃东西，不然跌倒没有手扶哦。危险物品也不行哦。还有一件事，船上可以喝水，但是记得要带环保杯哦。现在大家的穿戴都非常正确，防晒、雨具都很重要哦。如果你觉得浪有点大，头有点晕，记得准备晕船药。现在你们准备好，尽情享受这次体验吧。拍照记得 tag 我们哦，还要支持全球塑胶公约，让我们一起航向无数未来。拜拜。